栖山碧台，五月龙腾，八方雪姿，汇聚山河，如家有牧，共筑前程。文山广播新旧高扬，众于所知，心以为家。啱啱嚟到嗰陣時咧，就諗住要三三四，要改三年制改四年制，咁啊變咗咧，突然間咧就多咗咧，啊多咗三分之一，增加三分之一合生，增加三千人咯。咁你如果有冇新書院咧，咁已經即係已經係唔得嘅誒嗰個規模咧。當時劉校長就會覺得咧，就係嗰個書院規模去到咁大咧，對佢能夠發揮一個功能，能夠對學生提供一個融和嘅環境，又提升關節。咁呢個係最主要嘅動力，即係點解我哋當時劉校長咧決定咧，就係開辦多啲新嘅書院。當時何之卓啊博士咧接到劉尊儀嘅電話啦，咁啊邀請一個晚宴啦，咁喺晚宴上咧同佢商量過呢件事嘅約嘅計劃，咁我啊兄長何之卓咧就覺得呢個計劃係好好，同埋亦都可行嘅。後尾咁啊，翻嚟同我商量過，我哋覺得係一件好愉快同埋好樂意做嘅紀念。我可以紀念我父親喺社會上嘅成就，咁我都啊十分贊成嘅。何志卓博士、何志良醫生，佢哋都好支持啊咁樣啦。誒，另外仲有誒呢、這個何添家族啊、李國偉爵士家族，佢哋都好支持。咁先做得起嘅書院制，我哋概念就係、是。同宿共事，啊，即係四年咧，啲同學一齊住埋一齊，一齊食飯，咁咧變咗咧，你喺出邊見面嘅機會好多，即係課堂外嘅機會。咁咧，另外咧，院長咧又要住埋喺裏邊嘅，咁啦，咁有好多老師啦，啊，咁叫做係 fellow 嚇嘅老師，佢係成日會參加嘅。咁你如果一齊食飯咧，佢嚟嘅機會又多咗嚇。咁所以咧，就係其實嗰個環境將創造一個環境就係、是。在課堂之外，俾啲老師同學生，學生同同學同同學多啲來。當時咧，我善能書院啊，係啊善能何善能基金成立嘅。咁我覺得我爸爸生前咧啲友好咧，都支持喺事業上。咁我覺得佢啊現在啦，佢過咗身之後咧，咁佢成立一間學院啦，相信佢啲友好亦都有好有興趣，會繼續支持佢。啊，喺社會嘅發展。我又理解到呢啲比較細嘅書院，佢依家有新嘅辦學概念咧，就係同埋一齊住，即係教授、學生唔同專業嘅都喺埋一齊住，喺埋一齊用膳，咁嗰個一個大家庭嘅感覺。咁開始喺呢個家庭呢個樣嘢咧，我又睇睇有咩形象或者係文字。可以代表呢個家嘅概念咧，咁所以就睇到一個古篆體，即係甲骨文同埋金文裏邊都有一個家字咧，係一間屋嘅形。我哋覺得個家字個外形嗰個屋嘅形咧係好已經好強，代表咗大家庭，所以我哋就有咗個新嘅概念，衍生嘅新概念就係用呢個家嘅一個好幾何好簡潔嘅一個。造型，然之後咧加多一啲線層，那個線層可以話好似人字咁嘅線層，亦都一層一層又好似中大呢個校園咧係大自然環抱，即係青山綠水，咁係一重重山嘅感覺。新書院嘅研究小組嘅主席啦，咁啊大概係2006年初啦，係啦，1月嘅時候咧，就我帶咗一個小組就去出訪咧，就係、歐美好幾間嘅書院制嘅學校，
我哋第一站去咗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Claremont McKenna 喺加州，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嘅博雅教育嘅 liberal 嘅書院，但係佢係一個獨立嘅書院嚟嘅。佢自己雖然佢係一個 Claremont system 咧，佢各間書院咧都係獨立嘅。跟住我哋就去 Princeton 同埋 Yale， 就係 Whitman College。咁啊，跟住耶魯，咁由耶魯之後，我哋就去劍橋牛津啦。咁就係基本上去咗呢幾個學校。而我哋翻嚟所建嘅新書院咧，就唔係佢哋任何一間完全一樣，而係可以話係，我應該講話可以係劍橋牛津呢一頂嘅最傳統嘅書院制，同埋耶魯 Princeton 嘅書院制嘅中間。大家神興同善響嘅位置都非常好嘅，啊，咁咪選咗喺隔離啦。咁原本係兩個網球場喺學校中心區嘅，因為你希望即係啲人能夠即係聚腳。個籌備委員會最重要嘅咧，我覺得咧就係咧聘一個院長，因為你冇傳統啊，咁又冇歷史啊，咁要樣樣要開創。咁咧，我覺得善響書院其實係好運氣咧，就係揾到啊。新世文院長，我問佢：你有冇興趣做一間新書院嘅院長啊？咁樣，咁我就解釋俾佢聽，我話呢間書院咧就係同宿共膳嘅，即係好細間嘅。但係咧，你就要你同你太太都要搬入去住噶啦，咁就要照顧呢啲同學噶啦。啊，咁有一樣嘢要講嘅就係咧，當時咧就因為有個預算嘅問題啦，就出咗嚟嗰個食飯咧，冇唔係而家嘅大飯堂。佢就係佢話你不如分兩班食啦，或者分兩層樓咁樣。我同阿子良醫生講，我話咁其實就失咗個意思啦，因為最主要就係要大家一齊食飯啊。咁佢收尾話好啦，咁樣就即係設計咗你哋而家呢個飯堂咧，就可以坐曬600個學生。我一路同阿新院長一路講咧，最緊要咧揾個好嘅廚，因為咧你要大家一齊食飯咧。你個廚房唔好咧，啲人唔會中意嘅。咁而家我諗你哋做得好成功，唔止自己同學，好多唔係你哋書嘅人都嚟你哋度食飯。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你同宿共膳，如果真係唔好食咧，就好痛苦噶啦。其實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我覺得我嘅性格嘅原因，因為我係做科學嘅，咁做科學咧都追求創新、新嘅 idea、新嘅突破。同埋尋求明知，咁所以咧新嘅書院我又未做過嘅，所以對我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係好符合我呢種性格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對現代嘅大學，佢哋十分之龐大，同埋啲學生嘅專業啊分都非常之細，所以佢哋都冇乜機會咧喺全人教育方面咧享受。好似以前書院咁嘅互相互動交流咁嘅機會，書院咧正正好似我哋中國千年前嘅書院，佢哋都係師生互相交流，一齊住一齊食嘅，用呢個方式咧就可以補足咗而家大學嘅專精缺點啦。所以呢個精神咧係符合我想做嘅嘢。咁第三咧，我哋書院咧因為同宿共膳，就同以前嘅書院根本就係一樣嘅方式，所以又符合。呢、这個咁嘅理念，最後咧就係我喺新亞畢業嘅，新亞咧都係得700人到，個 size 又好細，咁師生又好緊密，咁呢個四年嘅經驗咧都支持咗我接受呢個書院嘅首任院長嘅任務。呢、这個重演咧，就因為對住吐露港通過好多棵松樹，所以咧就我哋叫佢重演啦。其實佢嘅意思咧，即係呢個住處咧係同學生宿舍係鄰居嚟嘅，咁咧就令到院長同學生都比較容易互動交流學習。咁啊，2011年搬咗入嚟之後咧，咁我哋都原則上每個禮拜五咧都邀請15個，咁佢哋都要簽一個名。
同埋佢哋嘅聯絡電話啊、email 等等，以便以後再繼續交流。咁根據我嘅簽名嘅簿咧，數到而家咧大概256個學生，咁都佔咗好大個份量。咁呢個咧就會繼續去做嘅。好快，我希望都全部嘅學生都有機會嚟一次嘅。啲學生都有敲我門嘅。咁過去一兩年咧，都我諗都有十次八次。咁有時咧，佢哋有啲問題，即係覺得解決唔到；有時咧，佢純粹覺得想同我傾下偈。咁或者有啲問題解決唔到，或者俾啲advice 俾佢，譬如升學啊等等等等都有嘅。有時係一個，有時係一個細嘅 group。咁所以除咗查住之外咧，其實都有其他嘅交流嘅機會。心靜好舒服啊！今次咧係我哋書院啊一個里程碑嚟，因為係我哋全部600學生都入曬宿啦，咁啊展開我哋以下嘅寄宿共善啊嘅工作。Hello， 我阿趙，我住喺三樓，你住喺三樓喎。係。搬完啦，冇開鏡，但係好靚。換咗新環境，間房乾淨。我入咗啦，好正。哎呀，你住邊啊？我住807啊，大家咧都係唔好嚟揾我。但係孫有啲特色啊，咁樣，咁係有咩特色咧？我哋參考完一輪，咁我哋得到嘅感覺都係，我哋冇刻意去營造個特色，係佢哋孫裏邊自己發現出嚟嘅。大家去玩一下，即係癲一下咁樣，俾大家喺入大學之前狂歡一下，然之後先至迎接一個大學生活，同埋參加呢啲唔同嘅活動嘅時候，咁大家個組咧，咁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就會認識深咗咯。咁佢之後就會喺佢開學嘅時候就可以慢慢 keep 翻個關係。點樣能夠好快令到學生有一種認同感咧？咁所以我哋都好快建立咗一啲特色同埋一啲傳統。咁譬如話一開學咧，我哋會做一個入學儀式。咁啲學生咧要著書院嘅袍。咁對我同個學生事務主任都要宣示佢哋對書院嘅歸屬。每月一個次嘅高桌晚宴，即係 high dinner 咧，我哋都特別做一啲儀式嘅。所有學生要著住院袍啊，同埋啲老師啊，同埋院長啊，都各有唔同嘅院袍嘅。咁我哋都會列隊。在院旗的帶領之下入去，咁啲學生都要起身，咁然後我哋上高桌嗰度咧，都會唱我哋嘅院歌，然後咧都會我會做一個祝酒嘅儀式嘅。咁呢個整套嘢咧就變咗令到學生咧覺得我哋書院咧有一個特別嘅特色，咁佢咧會時時諗翻呢套咁嘅儀式咧，我諗。都增強咗佢嘅歸屬感。呢種係哈利波特式嘅一種 high table 咯，但我其實覺得幾正嘅，因為成班人咁樣一排咁樣坐喺度咧，其實嗰種感覺好震撼咯，我覺得。同埋嗰種即係同埋大家著住嗰一件袍咧，好有一種共同感。咁最後咧，我哋就做個祝酒儀式。咁首先咧，我就用嗰個 bravo 要打三下，即係令到大家注意力。咁以後我就話啦 ，please join me in a toast。To Dr. S. Ho, to our college, our home, to our fellowship and friendship. 其實意思即係話，因為係何善行先生咧，係支持我哋建呢個書院嘅，我覺得應該書院對佢表示感謝嘅。第二句咧就係因為我哋嘅書院又係我哋嘅家，咁我都希望祝福我哋嘅家同埋我哋書院。
第三句咧，所有嘅先生、所有嘅學生，我都希望大家咧有一個 friendship 同 fellowship 喺度。Cheers。咁此外咧，我哋都設計咗啲遠徽啊、遠旗啊，同埋我哋喺我哋嘅宿舍前面個草皮啊，都有一個家字嘅雕像嘅。咁所有嘅嘢都集中埋一齊咧，就變咗形成一種。我有一個家的概念都在那裡。第二呢，因為我們都做了一個比較特色的書院通識教育，我們就沒有那麼形式化，我們比較靈活一點。那些學生進來呢，首先呢會去一個camping 的野營的，那在那裡呢學生建立了互相的認識。在那個歷奇營裡面，我們可能會跟其他組員一起去合力去做一些解難的活動啦。在那些活動裡面，我覺得是很好的，給一個新生去開展去未來三年的大學生活啊，可能會認識到即是去自己解決一些問題啊等等。另外，因為可能我哋香港的學生咧都好少會去露營等等啦，咁嗰一次機會，我哋就可以一起在一個荒山野嶺嗰度，就自己生火去煮嘢食，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最重要咧，佢哋有一個機會咧，就互相學習，同埋喺夜晚咧有一個小時咧，佢哋會自己沉思，佢點解入嚟大學？入大學嘅目標係乜嘢？佢嘅夢想係乜嘢？咁經過到呢度之後咧，佢翻嚟咧就互相一組組討論，咁然後咧以唔同嘅自由嘅方式咧，係表達出嚟佢嘅大學嘅目標係乜嘢，佢嘅夢想係乜嘢，咁做一個習作出嚟，可能係寫一本書，可能做一個戲劇，可能係拍套電影，所以係非常之靈活自由嘅表達嚟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我哋書院嘅一個特色嚟嘅。咁當然最後咧，我哋書院咧每個星期都二三四晚咧都一齊共膳。咁呢個咧就學生自然到七點鐘咧，佢哋又會見到啲朋友啦。咁佢哋自己會自由組合坐埋一齊。咁其實咧啲先生都會出席嘅。咁 communal dining 我會覺得係其中一個大家可以再認識多啲唔同人嘅一個機會，即係好少可以好似我哋書院咁樣啦，真係好似一家人咁，因為一個禮拜都一齊食飯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啦，咁就可以同書院嘅同學再熟啲啦。我都好興奮，因為標誌著我哋書院咧三年之後咧。最終我哋會放生，已經係一齊。八人 pose 咯，啲台都逼得埋。六百人、四人呢啲嘅，咁係要多啲人喺一張台度。以前有啲台會好少人嘅，咁依家張張台都要逼埋好多人。書院會俾我哋接觸唔同嘅嘢啦 ，cultural dining 咁就可能會請啲人嚟講下嘢啊，或者係有其他嘅 performance 啊。如果係我嘅話，深刻啲嘅可能就係即係有一次佢都會請過一啲係表演大戲啊，同埋有棟篤笑嘅人嚟咁樣咯。咁我就會覺得係可以即係接觸到好多我哋平時冇去接觸到嘅。經過了三年咧，我覺得呢幾個特色咧都慢慢顯示出嚟。咁啲學生一提起書院咧，都會諗到呢頭先講嗰啲嘢，咁啊增加咗佢哋嘅認同同埋歸屬感。第一年啦，這個 Tenant Show 其實都是善行的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來的，就是想給我們善行這一班學生就表現他們自己有的才能出來，或者有些同學就會表演一些很搞笑的才能，譬如綁鞋帶等等，我們都無人歡迎的，因為這個表演真的大家都挺喜歡，大家善行同學都覺得挺有趣，所以我們 keep 住每一年都會繼續搞，有不同的學生自己和書院的職員一起合力一起搞這個 Tenant Show。這個 talent show 就而家變咗個名字叫 the show 啦。咁其實依一個咧就係一個遠慶嘅活動嚟嘅，見到每個人
都有不同的 talent 不同的才能的，因為第二年就多了很多人，所以就會經選拔、樣去參加，變成那些表演的、質素是提升了很多，其實每年都在提升的。核心價值就是大家都認同的，就是提供一個融和親切的環境給師生一起、有對學生有好的關顧，發展的全人教育，學生之間就是建立一個終生的友誼，這些我相信每間書院都應該是嘗試去做。成立一個新書院需要很多、人有扶持的，我覺得找到最好的大學呢，劍橋的波浪大學和北大呢，這三間書學校呢都是國際上知名的大學，有個扶持。